先攻击 Z 又接到球了，慢一点，才过五秒，蓝队就要失去了两个人，太急了。不过 Z 是连续两局都有接到球，哎，对，都有救回队友。哦，中间那根球是黄队抢到，哎，黄队抢到，不过那个球要先退回到后方的攻击线才可以砸出去，那才行。够笑派自动爆炸，而且才过了三秒钟。哎，专注专注啊！哇，曾毅翔砸到了许德伟，黄队的进攻，黄队挺进过来，哇！徐伟泽砸到了黄轩，黄队这边呢，两位女选手呢都还在场上。哦，接了精彩命。接到之后，潘君伦呢出手的那个人就出局了，所以现在蓝队剩一男一女，打要挑打到了外场的潘君伦。这时候最难，因为是男人而已，不好打，因为太小。黄队这时候他要沟通，要怕前面一点，到底要瞄准谁？哇，金莎打到 Mikey， 有没有用自杀式攻击呢？ Power Play， 现在没有个对一个，敲到了，上看，上来没关系，不会，不用对不起，我前面看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有人要提醒我，没关系，提醒你了，快了，我们来不及。小太真的没关系，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，我们都不会怪你。这么是，对，你没闪现，我反而觉得奇怪。没有把握的球，你正在退的过程中，你真的没有把握，你一定要闪，不要去接这个球。我觉得我们那个死掉节被歼灭的节奏太快。第二局的比赛开始，双方是互换场地，我中间那颗球，潘君伦赶快回头啊，抢过来。要紧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吴尊纯闪现这局。先攻击 Z 又接到球了，慢一点，才过五秒，蓝队就要失去了两个人，太急了。不过 Z 是连续两局都有接到球，哎，对，都有救回队友，往九号位置打，我就觉得哇，曾毅翔，曾毅翔，慢一点。攻击到了曾毅翔，那个球其实不太好接哦。对，因为刚那个球有点偏在身体的位置。哇哇 ，Lucky 再次攻击到购物笑他，慢一点，对，里面有四个人。哇，蓝队就是两个娘子军啊，陈瑜跟 Lucky。Lucky 左手，刘新宇变三对二了。哎呀。一点啦！哇，结果是削到了手，然后手指，不要紧，手真的不好做。对，没错，我只剩下陈瑜一个人了。球滚过去，滚过去就。我陈瑜轻松的，这个球实在是太软弱了，对，没有威胁性。对，哎，太快死了啦！你们不可以。节奏太快，洪轩你太急了。刚刚两队都会有一次自动爆炸，快下来。四不过三，这次都没吵醒。哇，打到墙！哇，徐伟泽一个斜线攻击打到了陈宇。对对对，有人被集火。我没有接的精彩，徐伟泽接这么近距离，不断的吓唬他。哇，两个人毛上了，又是看东打西，这跟这个郭宏志一样啊，这个看着本垒牵制一垒啊。哦，哇，黄队友，哦呦，这个格挡把球给躲掉之后，这一球打中。是以直落三三比零拿下了复式躲避球的胜利，接下很多颗球的 Z， 哎 Z， 今天接球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哎，其实，在赛前的时候，我就跟毅翔，我们想说就是热身一下，再把手热开一点，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后面那边练传接球，然后我想说就给毅翔练攻击，然后练防守，我就一直叫他丢用力，然后就练习那个接球的感觉。所以一到场上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很清楚知道要做什么事情。嗯。攻击就是交给我的队友，然后我就负责来防守，负责防守救回队友这样子。
对，而且真的在富士躲避球很罕见看到可以接到那么多颗球的状况，Zing是做到了，哎，表现不错哦，不错。好，紧张的时刻来了，请告诉我们得奖的是Zing。在这一段期间真的黄队蛮辛苦的，而且没有就很谢谢队员的帮忙，因为在我们需要对方的时候大家都会跳出来，那我觉得这一阵子的气氛也越来越好，我们并没有因为失败后而感到不愉快，我们反而是调整更多的心情是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比赛，那我觉得今天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谢谢教练跟我说防守带动进攻，因为我希望我可以为黄队拥有做这个角色，对，我想帮大家一起拿下胜利。各位都是 MVP。经过这么低潮过后，我自己本身的心态上是有蛮大的改变，真的很开心拿到第二座 MVP， 而且这是我觉得在低潮过后的经历，我觉得是这个最棒的体验。